情。大家过来一下。我要去其他森林上课，两天以后回来。大家要好好干，不要让灰太狼进来啊！村长，灰太狼很容易对付的嘛。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好。我们的祖先说过，起码又要说两个小时了。危险的动物，记住了吗？村长，你该走了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要记住我说过的话。灰太狼真的来了！大家快跑啊！哎呀，老婆，你何必亲自出马呢？难道还靠你吗？别说吃羊肉了，我现在连到毛衣都没有羊毛。老婆，你看到了吗？那群小羊是很狡猾的。要过去还不容易？老婆，我以前试过很多方法都打不开的。小事儿一桩。拉吧，把门拉开。我哪来这么大的力气啊？说你行你就行。哎呀，着火了，救命啊，救命，快来救火呀。大家快撤到地洞里去。喜羊羊，红太狼真厉害，我好害怕呀。放心吧，这个地洞很隐蔽的，他们没那么容易找到的。奇怪，那些小肥羊都跑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不想。老婆就在这儿了。还不赶紧去捉呀。老婆，我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没问题吧？他再来，我们就再打他。老婆，还是你的主意好啊。那还用说？他们撑不了多久。我都说没事哦。老婆果然是个妙计。还用你说吗？走。
啊！记得下麻将。不要用麻将好不好啊？我不喜欢那个味道。现在是我吃你，还轮到你说喜欢不喜欢吗？糟糕，没有麻将了。什么？怎么以前不买？我以前也没想到能抓到羊。哎呦！我去买。你可把他们看好了，一只也不能少，知道吗？是。老婆，慢走啊，一路小心点儿。赶紧烧点水，吃涮羊肉。怎么点不着啊？去找点干柴火来。我想到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待会儿就有涮羊肉吃了。妈，不要点火，我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可不可以不吃我呀？什么呀，美羊羊，你不能这样。我不想死。停！你说是什么秘密？喜羊羊逃跑啦！一二三，哎呦，还真少了一只啊！他逃到哪儿去啦？不说是不是？那我就要点火了。不要点我脚，他去了红太狼卧室。他还说一会儿会扮成红太狼回来救我们。好了，我说了，你可不要烧水哟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太狡猾了，我聪明绝顶的灰太狼才不会这么容易上当呢。你疯了，我也敢打。你别见我了，你想救那些小羊出去，休想夺命连环棍。造反啦。喜羊羊，我叫你装。你怎么了？我不是喜羊羊。别抵赖了，他们都招了，你就是喜羊羊。不对，我们可以证明他不是喜羊羊。对，你才是喜羊羊。那他是谁呀？红太狼，你老婆。说是什么？老婆，真的是你吗？我相信了，你真的是我老婆。小肥羊都跑了，还不快抓！是。老婆，他们是分头跑的，这还用你说吗？
哎，好多天的涮羊肉啊！你往那边去，小羊都逮不了，还说大羊？是。老婆，你抓到羊了吗？快逃啊！